我覺得是可以的，因為其實那個目標即是希望譬如說他真的開眼界，有一個自信心的提升，有一個正向的價值觀，那這些呢其實在這個計劃裡面他們都是即是透過譬如說跟友師的一些互動，友師的啟導，或者他們自己參加一些團體活動，或者他們自己怎樣去實際去定立他的個人的發展計劃，然後用他的資金去完成那個計劃，其實這個過程裡面他們是有多些的動力，當他去完成得到，他一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可能性的時候，其實他是會增加他真的那個為他自己人生打算是有一個動力，即個人我們自己做事都是，即如果我們覺得那件事是有機會改變，是有機會有成長有發展，有希望的話，其實你會更加願意投入你100%的能力去做，去得到那件事。咁過往呢啲嘅學生咧，其實係因為佢哋缺乏咗啲機會嚇，咁佢哋即係當佢哋如果譬如話都覺得自己嗰個嘅生活嘅空間就係咁多噶啦，咁佢哋就會好容易就係即係變咗即係冇咗嗰個生活嘅動力咯。咁但係佢認識咗個世界多啲嚇，嗰個視野開闊咗，睇到香港睇到國家嘅發展咧，咁其實佢向上游嗰動力咧係一定大咗。